疏于小公主的陌生人搭讪大挑战。娘，这么一定不然。可爱窝心的疏于面对陌生人的友好邀约。是否还会记得妈妈的叮咛呢？罗双胞胎家的孝成爸爸又是遇到了什么样的挑战，竟然吓得落荒而逃？我不在说。状况百出的意外惊喜，每周六晚间11点，未来每8分钟面膜 ，Oh my baby。就在东森戏剧台。